Yuki 甲方文天官府，等平调整去。好，我袂当有要报仇，就是我都要伤害，需要把我怎么处理？陈佩琪对上韩娱姐妹厮杀，正面交锋，没想到大家长丁国林才强势回归，拍戏这天却遇上超级寒流。外景下大雨，又湿又冷，每个人包紧紧，丁国林更是穿一件长版羽绒衣，有备而来。我已经做好万全的措施了，我有那个保暖衣、保暖裤，然后还加上暖暖包，还加上这个棉被，老啊，惊死。调侃自己年纪大怕冷，不过黄少祺的角色可就没那么好运。伤害治疗是咱两个共同的罪行，咱今麦到旁边啊，任何治疗。放手！放手！汉江祖平上演激烈争执的戏码，不但天寒地冻，黄少祺整个人甚至要趴在泥地上吃尽苦头。那一天是全身在，从第一颗镜头在地上。就全身湿，而且是烂泥巴，而且我要被拖的拖动，然后全部里面都是，而且连续拍了七个半小时都失温了，每一个镜头我都在发抖。尽管天气再冷，仍展现专业演员的一面，这回堪称八点档的狠角色丁国林加入阵容，再掀一波高潮。三立新闻张永生、高顺宇台报道。